位大德阿弥陀佛，2020年即将来到，这年是鼠，你属老鼠吗？属老鼠的人呢，他的本命老是牵手观音，在这个地方祝福所有生肖的有缘大德新春愉快除外，在人生的转捩，在2020年原本的你，平凡的你，都能够圆满，事想事成，阿弥陀佛。